Ready? You are not in Kansas anymore. You are on Pandora. You should see your faces. Up there beyond that fence, we have an indigenous population called the Na'vi.3D 立体电影《阿凡达》票房席卷全球，创下影史最高票房纪录。而《阿凡达》也即将发行 DVD， 德力影视也为代理的《阿凡达》蓝光 DVD 以及《阿凡达》蓝光加游戏超值组举办上市记者会，特别与台北星光三月法雅克信义店合作，并邀请摄影名家展示台湾优美的摄影集，以及明治大学的学生到现场表演传统祈福舞蹈。由现场布置场景，再次将影迷带回到电影《阿凡达》的美丽潘多拉星球。另外，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也宣布与德力影视合作，《阿凡达》游戏加蓝光超值组以超优惠的新台币1980元，一次拥有 PS3《阿凡达》游戏与《阿凡达》蓝光电影，更是不容错过哦。This is your avatar. Just relax and let your mind go blank. It shouldn't be hard for you.I want you to learn from the inside. I want you to gain their trust. You should not be here. Go back. All this is your fault. I need your help.Did you forget what team you're playing for? Strong prey on the weak. Nobody does a thing. You've got 1 hour. You knew this would happen? Everything changed. Jake, it's crazy here. Quaritch has taken over. He's rolling. Well, I guess we better stop him.A message that they can take whatever they want, but we will send them a message that this is our land.由游戏橘子代理，育泉国际开发的最华丽的武侠巨作《玄武豪侠传》即将于4月28日全面开战。这款游戏采用育泉自行开发的第四代 3D 引擎，展现媲美国外知名线上游戏的高规格水准。《玄武豪侠传》依据元素属性打造七大门派、三大世家、四大豪族，每个门派与势力之间皆各自纠葛。游戏结合玄幻与武侠元素。独特的连斩系统设定带给玩家全新感受，在美术设计煞费苦心，令人惊艳的细腻精致场景结合现代与古典的创意风格，在战斗过程设计上，除了具备炫目华丽流畅的动作表现，更融入扎实的武打动作演出，让玩家感受游戏带来的豪爽打击快感哦。超大作《失落的星球2》蓄势待发，
超华丽的画面，丰富的单机模式，四人网络合作闯关，16人网络对战的丰富内容，这款游戏要不热卖也很难。不过 Capcom 也看准玩家愿意乖乖掏钱买《失落的星球2》的意愿，竟然在5月11日发售当天就有提供水底战斗地图让玩家免费下载。游戏还没发售就已经先想到要怎么搞付费下载，这个就感觉有点夸张啦。不过这个水底战场范围广大，而且水中浮力能让玩家跳得更远，玩起来感觉很不一样哦。或许还是有玩家会乖乖掏钱买单啦，而 Capcom 也会持续提供地图让玩家付费下载，看来准备的捞钱计划也是蓄势待发啊。由开发超卖座小小大星球研发团队所开发的最新作品《摩登大赛车》，5月25日同步推出 PS3 与 PSP 的版本，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也预计6月推出中英文合版。《摩登大赛车》玩法类似任天堂名作《马里奥赛车》，玩家操控 Q 版可爱人物，在奇幻的赛车舞台追赶跑跳碰，并收集沿路道具攻击对手，最快抵达终点的就是胜利。摩登大赛车能自由创造人物外形，甚至连跑道都能自由创造，把自己创造的跑道上传到网络，让其他人一起来挑战。另外，游戏标榜 PS3 与 PSP 的资料互动，玩家可以利用 PSP 来创造跑道，然后上传到 PS3 来玩，给玩家自由创造的游戏乐趣哦。